哎，爸爸过聪明吗？聪明过了。他想要裸，结果没不给他。他想要裸，结果你不给他。他想要靠爸爸，他选爸耶。爸爸一辈子养你耶，最好的选择耶。爸爸加油哦，多赚一点钱哦。我们往前谈。哎 ，Hello。他好稳哦。啊，我过聪明门，智慧过人耶。他只是看看，哎呦，世界，考虑一下，选一个好了，你要哪一个？你要哪一个？那个太吸引人了，他真的要那个。那锣是什么？他都想要锣。锣是什么职业？哎，传统乐器耶，乐器，发扬光大，扬名海外，红尘万里。红大，换一个吧。写过了，把它拿起来。爸妈都想要健康，来，进来哦。这是什么？厨师。也是厨师吧。三，这个是甜点的耶。甜点是吧？大姐吓死他一下，大姐吓死他一下。哦，甜甜蜜蜜。穿老虎让你健康如虎。让我们去找妈妈，我们去找妈妈。来 ，Go Go Go！ 妈妈在哪里？到小萝卜，往前。小萝卜，他笑起来好可爱哦。可爱哦。他现在像猫一样在揉。有张妈妈很热的会。这个小先示范给你看，你看哦，他指了，他指钢琴。干嘛？他要拍手。你有掌声，还不简单？你就是我们游的一份子嘛。会 Q 观众，哎，演唱会等级的哦。你要这个，你要哪一个？他都要啊。你要这个哦。哦，你看，小星星是我们未来的大明星。专辑大卖耶，多多成功了耶，祝你们平安长大，谢谢。